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要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由于最近咱们很久都没玩幸运方块了，所以咱们这次玩的是粉丝制作的幸运方块地图。赶紧小伙伴们去看。这个是作者的密号，喜欢这张地图的小伙伴就去下载吧。虽然说这张幸运方块地图做的简陋了一点，但是每个小粉为我做的地图都是他们的心思啊，所以我不能白费他们的心思，对吧？对呀、好了，别的不多说，咱们看一下箱子里面星星礼盒。哦，我手中有张纸，沐浴的惩罚，喝水快速唱完生僻字，惩罚啊，对小铃铛说："哎，我选啊。惩罚一也是一样的，惩罚二是说哥哥你这下做的侠，加你好友都不噜不噜的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这哥哥游我戏赢好了。难！等一下，传说中具有毁图的功能，哼，你赢了，你赢了是吗？哎，不不不不不，小铃铛的糖木棒，小猎，小猎什么鬼？恶魔神驹，小猎什么鬼？哦，哎，你怎么开这么快？左轮手枪，黑焰我圆，都哎，没不是。什么东西，好吗？不是，为什么我这边这么多吃的？不知道。等等，裂空座生物召唤物，好像很屌的样子，哪去了？我这里只有个绝地冲锋，最差的小铃铛的糖。哎，那个召唤物呢？召唤物哪去了？不知道我呀，刚刚不是开出来在了，为地什么上。没在地上啊？也没在我背包啊？消失了，凭不是。空消失不见了。哦，它是一个空白的东西。哦，吓我一大狗跳。来吧，咱们开始 PVP 吧。我觉得这个 PVP 场地限制了咱们的那个能力，所以跑到外面来。来吧，等一下，我先，哥哥，你是怎么出去的呀？我有小淘气呀。好气哦，但是要保持微先笑，看一我还下，得挖个坑出来。说好的召唤小铃铛，居然不能右键蓄力，去你的！左键呢？左键你打我一下看，他这是左键的。好疼。然后这个小猎是什么？我有个。杀吧，小猎！大哥有话说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我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发好出来还好不曝大光？好大一只迅猛龙啊！等一下，我还有什么呢？绝地冲锋、他竟然掉落了棒棒糖！恶魔神驹，这个好像很屌的样子。是好厉害哦。恶魔神驹，哎，打不着，打不着，我跳，瞄不准，瞄不准。咦，打不着，啪！我不屑看你，我不屑看你。我刚刚偷你屁股，呼你打不一下，着，打不打着，他？跳，看见，我一我个，还有，这，啊，不是，太巧了。你是孙悟空吗？被我压在五指山下。咋的了，哥哥？我看不，我出不来，我看哈不清楚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妈呀！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！来打我呀，来打我呀！有本事你出，有本事你从这个五指山里面出来打我呀！你确定吗，哥哥？哎，呀，我呀！好气哦，但是要保持微笑，好吧，就这样子，再见。我这里可是有五组，我告诉你，再捆起来，你想逃出来，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，想逃出我的五指山，没门，我为什么没有斧头？认输吧，砍都砍不了树。认输吧，你认输吧。我的天呐，我有东西可以制服这个玩意儿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出来，加固，再加固。我的天呐，
我竟然可以这个东西右键可以弄掉，加固，继续加固。你别等，你等着，你给我上去，你要不是给我上去，你上不来，你上不来，别。再封，封印，封，再封，逃不掉了，再封。我看是你的挖的速度快，还是我这五指山封印都快。好气啊！但是不是微笑，但是有好多的怪来打我。哎呦，你认输吧，认命吧你。好了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想出来你们。Bye.